Chào mừng các bạn đến với Panda Studio. Trong bài nói hôm nay, mình sẽ giới thiệu về một ngày của mình, một sinh viên đang học chuyên ngành ngôn ngữ Trung tại Việt Nam. Mình sẽ nói bằng tiếng Trung, phía dưới có phần phụ đề, các bạn cùng lắng nghe nhé. 大家好，我叫水仙，今天我想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一天。早上6:30，我听到同屋的声音。 叫我起床，快起床啊，要不然你会迟到了。我睁开眼睛，环顾四周，看见大家都起床了。刷牙洗脸后，我穿上昨天晚上准备的衣服。 背上书包，就出门了。从我的宿舍到教室楼不太远，大概7-8分钟。在路上，我还买了早餐。今天我买了一个面包和一杯果汁。到教室的时候， 同学们差不多都来了，我们7:20上课。今天第一节课是听力课，老师让我们交作业给他检查。我的作业已经完成了，不做作业的同学 都会受到老师的惩罚。听力课是我最喜欢的课，因为我觉得我的听力水平很不错，全都做得对。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子就到9点了，休息时间到了。 有同学出去买吃的东西，有同学在教室里跟朋友聊天。我在教室里一边吃早上买的早饭，一边跟同学们聊天。第二节课是口语课，今天老师让我们 谈谈自己的爱好，有人喜欢唱歌，有人喜欢看电影，还有人喜欢唱京剧。我也跟同学们分享我的爱好，我的爱好就是去旅游，因为我喜欢来到美丽的地方， 看到美丽的景色。风吹铃声响起，我背着书包大步大步地回宿舍。吃完饭我就睡了2个小时觉。下午2:30，我要来体育场 上体育课，老师让我们跑800米，我跑了500米就跑不动了，但是还要坚持跑下去。上完体育课也到4:10了，我回宿舍洗个澡，做饭，等我同屋们 回来，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谈谈自己的一天，很开心。到7:30，我们终于吃完饭了。我的同屋很努力，吃完饭大家都学习了，我也学了。到12:左右才睡觉。 这是我的一天，平凡但开心的一天。